为了提升市价的品质以及竞争力，台东农改场将巡回办理病虫害整合管理讲习会，首场在太麻里农会登场，接下来也将会到鹿野、台东、东河等地来办理，而台东农改场也欢迎农友踊跃参加。台东县是市价最重要的产区，提升果品的竞争力更是重要。台东农改场为让农友的栽培及病虫害防治技术更加精进，规划巡回台东、卑南、东河、鹿野及太麻里等地办理讲习，首场在太麻里登场，农友也踊跃出席参与。课程由农改场人员宣导病虫害整合管理及农药残留零检出果品生产技术，从田间卫生管理到非化学农药资材应用，同时提供相关病虫害防治核准药剂一览表，以供农友来参考。台东农改场表示，呼吁农友一起来维持产业的优质良好形象，共同创造内外销的佳绩。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